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世上无难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温兄是在行善积德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有光的地方就有暗，最凶最厉的鬼往往披着人皮，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。我来到此地，就是为了揭穿他们的画皮，让他们灰飞烟灭。阿雪，你说这算不算行善积德？